小哲，原来你每天加班要到这么晚啊，太辛苦了。我们也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呀？不是绑架我，我为什么会在你们的车里啊？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们了？我能用一下我的手机打个电话？爸，你还想报警啊你？我没想报警，我就说给我爸打个电话嘛。打什么电话？给我老实待着。真的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吧？不是，抓错人了。我确实不认识你们，我平常我也没得罪什么人。换了身行头就不是你了，但我瞎呀。不是，我是林美雅，你们真的要抓的是我吗？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你把我放了吧，行吗，大哥？好不好？我老实点。我操车啊！抓住！抓住！抓住！你离这么远，不怕跟丢了？汽车跟踪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：反侦查和脱梢，这个距离正合适。要不要报警？报警啊！按道理来说，林美雅这个没钱没势的女孩也不可能惹出什么大麻烦。咱先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啊，你跟快点啊！林美雅，信儿也给。牛犊子呢？身份证都被伪造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叫林美雅。我根本就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要找谁，但我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。杜尔南，你也忒不要脸了，找打是不是？哟，还敢跟我躲？那你打我，我能不躲吗？打你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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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打你别打了！怎么了？人马上就到了，又能拖出来了。给我老实点啊！到底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怕什么怕？来不及了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我有点想上厕所。告诉你，别跟我耍花样，上厕所里边给我上去。臭婊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带进去，走，快走，走。you
们放开我！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回来！